上好，这些是我种植的牛油果，要拍照一下。它从水根长之后裂开生芽就是这样，然后来让它们长，但是时候就变成，你看，一粒里面有六颗芽，那么多。还有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，算算一下，三五。哇，全部八粒，再加上给我朋友的，这我也是我种植的哦，这也是我种植的哦，这是石莲花，这是我要给朋友的牛油果，就是这样。看看一下我的小花园吧，给大家看看我的小花园。这个是九层塔，给它弄成。你看，这一个最大的台湾野菜。因为长得太美了，不舍得把它牵来。你看，我的芦荟生了那么多芦荟仔呢，你看看，看看一下。还有这边也是有芦荟仔呢，你看看一下。啊，这个是虎皮兰，还有仙人掌的。OK， 看看一下吧。我也是我房子。